我先给他随便上个钻石啊。找着哥，猴哥12点前上线了，爷清洁，你放屁吧！我哪天没12点前来呀？哪天没11点前来？真是的！哎，这手机的闹铃怎么不响呢？设了2个闹铃，每天都不响，因为什么呢？真的是，哎呀！拿一手大树，撇了升级，日炎给上，蓝水滴，无敌肯定是无敌的了，这阿卡丽是真不行啊，连千九都打不过啊。我们前期已经无敌了，啊，在前期已经是有点无敌了。一手神盾，两斗士加日炎，这把前四应该是，哎呀，你们说要不要把把都能进前四啊？如果想把把都进前四，只用玩一个阵容就行了。刺穿他们！拿着吧。那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
他这光有前排没有虚区有啥用呢？这波我们拿蓝水滴全套加魔抗啊，实在不行就大棒，腰带肯定是不要了，那我们就拿着蓝水滴挺好。我看卡特能不能拿了啊，哎呀不行，卡特拿不了，我底下人满了，万一又给我来卡特呢？男 buff 给他，塔姆拿一只，锤石要，底下的这些东西我想一想哪个能不要了，上什么啊？明咒猎人，猎人有没有？没有，明咒有没有？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这是。啥也没有，哎呦我操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，这么早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，好早啊，你们说这个样子有没有刚才那样狠？看看啊，这也看不出来呀，大蛇来的早啊，大蛇为什么不送孙悟空手办？问得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了，左下角有个二维码，你们可以扫一下，里边免费抽奖，斗鱼送个阿卡丽手办。我看大棒，我是卡了还是怎么回事儿？
这强度到底上什么会厉害点儿呢？应该是上着大蛇会厉害点儿，我觉得上着大蛇。这都没有伤害了，弟。天选卖了吧？你说老师谁教的你那五人口卖天选呢？谁教的你？你跟我说一说的，你跟我说一说谁教的你？我去找他去。怎么老让人家五人口卖天选呢？什么病呢？这是神超教的，你拉倒吧！神超也不教你五人口卖天选啊，谁不得七八人口、六七人口卖天选？那五人口来让我卖天选？六人口都不应该卖。刚尊今天好像很饿。老母猪应该用不上哈，不要这个了。小猫卡钱了，不要了，不急。真肉啊！魔抗大棒，魔抗好一点。大棒吧。大棒回去把这小猫买了。明咒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一名明咒英雄在首次释放技能时，会为所有友军提供该技能法力值消耗的攻击速度。我怎么感觉没加呢？为什么呢？给法爆保连胜不用，我连胜不差他那一个法爆。呀，我操，这阿卡丽有点吓人呢，挺烦人呐，啊，挺烦人呐。
小伙子，给我牵牛，给我切死他！我操！这倒数第一怎么钱全没了呢？没事，他打不过我们。问题不大，输了一把，哎，不够完美呀，挺烦人呐，的确是挺烦人的。这个我需要个魔抗啊，我们现在急需一手水银。刚尊今天好像很弱。刚尊今天好像很弱。而且我需要一个四费卡。咋四费卡这么少呢？现在薛微会有点弱，得赶紧找个瑞文，或者是蛇女，或者是进整个两星的，或者是狐狸，这都可以。
好多猎人啊、哦！这咋这么多头猪呢？那瑞文跟狐狸一个没有啊？对嘛，这他妈的一个找不着，我都服了都，简直是令人吐血。我感觉这脚印应该打不过我吧，这都输啦，哎呀，挺难受啊。魔抗是很重要的啊，我们需要一个魔抗。先给他来个水银，两秘术差个腰子，把这老母驹给换了。这老母驹其实不太用得上。神盾瑞文挺难受啊，不好换位置。这样吧，不行啊，进不行啊，这行吧，给枣子哥腾个地儿。正常的老母驹可以不要的，正好三星红，我这么地儿吧。这都能说啊，挺烦人呐，这谁家的狼人呢？这是啊，谁家的斗猎呀？可挺烦人呐。最好能直接给个老头儿，我们就起飞了。我知道我瘸着没装备，等一会儿，别着急。
这不就有装备了吗？上法爆吧，反甲，反甲法爆。这样吧。这样应该能厉害点。老母狙甩个大就行了，冻住应该就能死。平 A， 一个小平 A， 不是反甲容错率高，是我只能这么给。我们已然是开始连胜了。基本上前四应该是我们是应该是稳了，前四应该是稳住了。全是这刺客，看着没有？而且这把就我一家瑞文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的瑞文很有可能能升到三星，兄弟们。四星皎月怎么的？四星皎月要打我仨呀？啊！再来一轮直接死。Nice， 给我去世。来一个正义之手吧，给晋上一个。没有老头啊，给个老头。老头，老头儿，剑魔我们不升了，剑魔没有用啊。臭弟弟一个，人家寒冰有水银，
这家稍微有点客户。我们不太能打得过这斗笠，不一定能干得过，三星能干过。等一等，给个劲。老头，这咋全是剑魔呢？我能申请换一个不？我不想要这剑魔了，你把这给我换成瑞文行不行？或者劲。绝对不升，绝对不升，还是放前面吧，放的太后边了，容易让人家直接给背回来。这老母驹放大就不放好几个人。哎呀，不行，我站位靠左边点。两把科技枪，一个火炮。都可以用啊，这装备。我看看哦，龙刀蛇女儿。火炮进，羊刀为引，行不行？全给黄鸡，都给他。羊刀锤石可以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我不全给他，我也不精神病，我全给他干啥呀？人家带个水银，我把装备全给他，我不有病吗？咋全是剑魔呢？拿着吧呢。三星剑魔可以用。老头有没有？这黄鸡可以靠换老母驹。我们三星瑞文吃鸡，没有三星瑞文吃不到鸡。腰着绳二把这老母驹撇了，一个老头
早他妈不放屁来，老头操了。哎，完了，还斗笠，兄弟呀、啊，坚持住啊！完了，瑞文让人吞了，老头没给当。兄弟呀、啊，给个面子行不行？能不能给点面子？有点难受，差一针儿，选秀有没有？啊，选秀没有，还行，断了我们的念头，可以接受吧。